孩子们快开学了，今天再做个新的灯笼呢，这次多放点好东西，两包零食先放在大格子里垫个底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大龙珠给它放上面，还有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分别给它放在格子里，还有大壮心心念念的游戏机。哦，放不下，算了，写个纸条吧。这游戏机也就几块钱，不算什么大奖，随便找个角落给它放进去。孩子们还喜欢 QQ 糖，一包、两包，再放点小零食，星月杯、猴王丹、嘴巴香，还有三妞和闪电爽。接着用这些小糖果把孔都给填上，最后啊，再放张石块，就放这个角落吧。大功告成，静香姐，哎，全新的灯笼乐呢，快给我来一次。大壮来了呀，抽吧，一二三四五，上身打老虎，让我看看是什么。你先别看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大壮抽到的是什么呢？